在这个说故事疲软的时代，其实啊，我们台湾的观众往往忘记了，其实我们有很多好的小说家的作品，它可能是最重要的、最宝贵的故事库。那其实可以从过往的好的作家作品里面去把它挖掘出来，改编成文学作品。那这个工作坊的目的呢，就是让把文学创作跟影像创作两个结合起来，希望也透过这个方式呢，引领很多新进的对编剧有兴趣的新人，他可以有机会跨到这个领域来，然后为台湾的文学创作跟文学产业尽一番心力。不管你们在文学创作也好，在刚刚有同学问了，在所谓的进入影视产业这个编剧创作也好，其实通通都是这样子，起步最难。你们需要先认识同业的人，认识你们志同道合、有理想心的人，在这个领域上面，电影的长处是什么？但是放到现在的时空里面来讲，电影就是一个调度非常多艺术、调度非常多艺术技巧的表达的一种媒介。我拍摄它的时候，第一个我如何去把握、掌握住原来的那个文学的体质，其实原著的精神啊。受到一个刺激，有一个 idea 之后，刺激的反应变成 visual 观点。那这些东西慢慢从个人的经验转变成普遍化的经验，找到一个主题。所以你们去追求是一个希望是一个戏剧性构想的人物够鲜明的，不管是哪个面向，只要你是偏正向的就可以了。偏正向的请举手。他运用了福尔摩斯这个文本，有效的套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只花了20秒，全部都交代完，效率超有效率。所以他用了一个女主角明明知道，他却又不能说出来的一种感受，把那个情境、把那个情感拿出来。我在笑的时候他就笑，该哭的时候就笑，该哭的时候就哭，该笑的时候就笑，那没有层次。可是你在该哭的时候你就笑了，该笑的时候你却哭了，这一定里面一定有一个其他的感情在这里面奔跑。把手绘这概念延伸到商品，就是人寿的这个概念这样子。 OK， 好。所以无论如何，如果你看中的价值是这个真实的故事的概念的时候，你就要适度的不要去破坏它。你的方向还在你自己的手里。之所以最后放了这个影片，当然你就知道这是一种意有所指。什么叫意有所指呢？各位，你的职业一定不是编剧。当你那么认真的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各位，几乎不可能不成功。但是你拿到一个剧本，拿到一个小说，或者拿到一个文学作品，也许是虚实实，对，它完全是虚构的一个，其实是非常简单的爱情。他也是导演，他被称为喜剧三片，哇，他风格完全相反，对不对？啊，必须要彰显原著的精神，而且我们的期待是出于原著，更优于原著。我们现在应该是属于一种刚吃饱饭，然后蛮想睡觉的状况。好，所以我刚刚讲过，其实里面它最重要的事情，文字到戏剧的符号，大概是我现在列出来这几种。变成一个剧本的时候，你先决定一个类型会比较好着手，所以请你们就是找一个块，好。
好好把它写好，这样就好，好不好？模式哈，就是说，待会我们的时间有限，然后我们需要去谈一些关于剧本的创作上面的，或是文学上的意见。它有一点，你把它想象成便利贴的概念，一场戏，一张便利贴，用文艺的方式带回他小时候的故事。然后我很喜欢那一种，就是把小时候一个很片段，别人认为很片段的事情，但他一直把它深深藏在心那种感觉。有时候关于这个故事，你切下去，他做你，他的戏剧时间就是一天了。从这个目前剧本的内容看来，我还是希望看到比较多的关于这里面的。当初会选这篇，其实很简单，因为我知道可以投稿时间大概就只剩下。从互动中，从他看到，从他这个观点看到的东西就了解。哎，1,2,3，这个工作坊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都可以参加，因为它是个专门给想要成为周末作家的人参加的一个工作坊，所以你可以来这里呢，用周末的时间，有两天的时间，彻彻底底的把这些琐事呢给抛开来，好好的认真的完成你自己成为一个小说家的梦想。我们在这个很短的时间里面，两天的时间里面来写一篇很棒的短篇小说。但是呢，这个第二个特点就是呢，虽然是一个周末作家的一个安排，但是呢，它的课程完全是针对于专业作家的方式来设计的。首先它有一个在你还没接触短篇小说之前，你如何取得灵感，接下来你要如何写一个好的短篇小说的开头，然后你当然要成为一个具有自己风格的一个小说家。所以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参加2016年台北文学季的短篇小说工作坊，从一个最小的小说学徒开始做起，从有朝一日我们就可以成为小说的大师。我想每个人都有机会写作，写作之后能不能被看到，看会不会在这几次上课里面得到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把它回馈出来，成为一个好的作品，好的小说。那你真正怎么样学到那个功夫呢？你如何学到一个应该学到的功夫？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你的事情是在叙事框架跟叙事结构跟角色这两方面，让你知道你还有哪里没想清楚。我会告诉你这些元素，原则上想清楚就一定写得出来。所以我在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常常会包括我自己也做过这样的自我训练，然后逼我自己做一件事，不管是我要写的小说还是我读别人的小说都一样。读完之后，我会问自己，我会一句话告诉你在写什么。小说开头应该跟小说结尾放在一起看。小说的开头其实是小说结尾的延伸，小说的开头是小说结尾的延伸。究竟哪一个筷子手更人棒？是那个几分钟内出死因的人，还是在许多年间把您慢慢折磨死的人？他决定在一个特殊的一个晚上，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去把他给杀了，那么这件事情就一了百了。当然不是银行家的概念，而是说他曾经那么计较这些钱，但现在这些钱对他而言基本上已经产生一种混淆的价值了。社会小说之所以它里面有非常细腻的分野，之所以会确认，其实还跟一开始的时候在1929就是美国经济大萧条那个时候日本的普罗文学的兴盛也有关系。そうなんです。こういう土壌があるというか、まあ、こういうものを私たちは割と若いうちから読んできているので、割と何か書こうテーマを思い浮かんだ時に、それは日常生活よりも事件を思い浮かんだら合う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割とその事件の何かを暴きたいとか、社会の何かにコミットしたいというよりも、
的时候开始，大概都是读这样的小说去成长的。所以说，当我要写小说的时候，以及说去参加社会或社会参与，他反而是选择题材的时候会以这样的事件。他说，就我在写作来讲，我在写作选择题材，在一个比如说像一个容器般我去选择的时候，我的话我是会这样来做的。他说，其他作家我是不知道，不过就我个人我是这样的。その後に私たちは東日本の大地震があって、あの地震の前と後ではやっぱりものすごく社会の空気だったり、あと作家が書くものだったり、何か非常に大きく変わってしまったんですね。でそれを思うとやっぱりこれって地震の前の話だな、地震の前の社会だなっていうのがすごく分かるんですよね。ある意味ちょっと悲しい事件もあるんですけども、ある意味どこかどこかというのかな、まだその大きな地震が来て何かが台無しになるなんて誰も思ってないような世界でしか起きない事件だったなって今になってみれば思います。他说，那其实呢，这个虽然是好像时代还很近，不过已经是十年前了。他说，其实呢，在2011年啊，这个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后，他说，无论是社会的氛围，还是日本作家他写作的题材，其实都有非常多的变化。他说，所以回过头来看他写，就是十年前写的这个平成三面纪实小说，他说，其实真的就是。非常的不一样，那还是在震灾之前，然后虽然说有几个很悲惨的事件，可是这些事件它发生的还是在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社会氛围下它才会发生，其实还是很平和的一个时代，跟这个大地震发生之后完全是不一样。我在讲风格，风格这两个字其实蛮虚无缥缈的，再见了也不会有后续了。但是我就突然觉得我的生命向我展示了一个我从没有见过的境地，然后我觉得很轻松，我觉得很高兴，像轻快的爱意，几乎像笑声。我第一次看这篇小说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有一种想起立鼓掌的感觉。为什么我很替他感到高兴？就是一部分那次觉得我写得真好，因为我很替他感到高兴，在他的生命的好像都没有意外的这个漫长的婚姻生活当中，突然有了这么一扇窗口，突然发生了这个事情，然后你知道有一个让你喘口气的时间。传统的时代，他是要去到一个世界去体验，从民雄要去台北市，要去三国的时代等等。现在的人，你要去任何地方都不是很难，网络你抓这里，他要的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一种不一样的感知方式，还有去讲事情的一个角度。我觉得真正的小说家是用自己的生活跟生命去进行利益调查的工作。书读太多，小说就会写烂这件事情。因为我成为文学杂志的总编辑之后，有一个比较大的体会。因为过去我不太会读这么多您同世代的作品，其实我读的机会比较少，不是少了，就是我刻意不读啊。因为如果人家写的差，我就想说我干嘛跟他做朋友；如果写的太好的话，我就说他为什么要跟我做朋友，我就很自卑哦，所以我就不太爱读人家的东西。我觉得这当然是非常的切题。所以呢，它最后变成一个什么东西？它最后变成了一个，变成了一篇散文。在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觉得报道文学是一个非常急迫需要复兴的一种写作。因为一方面我们看到在这几年许多的年轻人开始投入公民运动，开始关注社会现实，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台湾的媒体似乎越来越贫弱，越来越充满了很多没有太多意义的文字。
所以我想非常重要的是让报道文学这个传统可以鼓励更多年轻人，一方面我们让很多的记者希望去学习文学的想象力，另一方面也希望其他的文学创作者可以更多的去接触现实，走入现实。所以在这个课程中呢，我的规划是我们邀请了资深的记者，也邀请很多文学创作者，希望让这两者有更多的激荡跟互动，也希望来参加的学员可以从这些优秀的调查报道记者学到采访的技巧，也可以从这些作家学到如何去想象真实。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世界？那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对，看一看就理解了。就是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现在的如果说时间感来讲的话，时间始终是一个最重要的变数嘛。我们说，如果说任何情形下，时间决定了一切一切的事情。就现在的大家的时间感非常的短，然后每件事情堆积上来的时候，我们会讲说层次感很差，就是大事小事混在一起，没有什么层次感。网络上充斥的不是自己的朋友，也而且同时还有商业，然后甚至是媒体风向。所以像比如说刚才平路老师想要说，水门事件这件事情在现在到底有没有办法得到更多的真实这件事情？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台湾有好几间是专业的政治公关，他会在网络上带风向这样。某个意义上的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啊，就越推波的越推波的时候，大家就越有机会去讨论。我们看到的新闻也都在虚构跟非虚构之间。我要大家跟我一起想，如果想到的就举手一下，就是想到的意思就是让我说一个气味，哎，我这里仿佛可以闻到，仿佛可以感觉到的时候。在座你们要意识到说，你们这次报名参加这个系列的这个报道文学写作坊哈，就是应该在台湾文学、台湾的写作史当中要有一个定位。我回应一下何伟的部分啊，看你刚才这个有什么回应。其实我给何伟的两篇文章，大家看看，六光光的马夫是何伟本身国家内的议题。就是何伟他有很多面向的书写，除了写中国之外，他写别的。对，那当然，我觉得一个写外部世界，确实会有一个独特的站位，这点从采访当中其实也是很明显的一个课题。我的建议就是说，遇到在你采访的过程当中，你只要遇到对的人，你就深挖下去。好，那每一个人被采访的价值不是均等的，有些人因为他有特别的故事，他有特别的想法，他有特别的行动。基本上把台湾当下现实当中所可能遇到的各种议题都写到了，对。当然也有些相对而言，我觉得可以再扩展出台湾本土的一部分，比如说写两岸，或者写有一个写冲绳的议题啊，然后还有一些别的议题，我觉得是可以试想更广泛一点。其实都是完全没有一丁点的事实依据的时候，这些文字就一直不停地在我们的这个传播媒体里面的流窜，那个这个东西其实会造成我们看待事情非常的肤浅跟表面化，而且非常的易于被牵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惯于使用文字，文字会有一种惯性，从小我们就学习出来的那个惯性，但是从小学习出来的惯性其实并不一定是真正能够接近这个事实的。所以我常常觉得以我自己的观点来讲，就是抓到越多事实，而更仔细更生动的把这些事实陈述出来的人，他就是一个最好的报道写作者。我们这个时代是非常非常需要这样的写作方式，或者说吧，其实所有的时代都需要。可是我觉得这个时代有一个东西是这样子，就是说这几年台湾谈共运动谈了很多啊，对，从台湾作为高潮。那么，可是我们有没有去在运动这样倾斜的背后，能够有同样去挖掘问题的能力？那么媒体，我觉得他们在丧失这个角色。从战中开始上演的民主运动的故事，所以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现场，就是在一个抗争现场。戏剧工作坊主要要做的是什么呢？
当我认知到什么是戏剧，叫 drama， drama 是文学的说法，简单的说法叫 play， 所以我们里面会有 play， 就是有玩耍，也有写剧本，剧本简称 play， 所以我们里面有做中学，学中做，将自己的剧本表演出来，然后写自己人生的剧本。欢迎你来我们这个工作坊体验什么叫做中学，学中做，从创作中体验自己的人生，创造自己人生全新的角色。欢迎你。大家早安。早安。多了，感觉像精神粮食有知道啊。待会鼓声停的时候，我要你的头在别人的背上。我很清楚啊。只因为你觉得不重要，难道你就可以不尽全力吗？你要喝什么柠檬汁？好，来，你要去讨论，然后等一下你要上来做的，你要做表演的。好，都可以，反正你要有一个剧名。这个剧名很重要的地方在于，当我看你的戏的时候。如果它有一定的重要性的话。好久没见面了，出来看看，没想到遇见。
关你的事。到底发生什么事？他是你弟弟。Father, please, 一杯柠檬汁和伯格丁啤酒，谢谢。这真的是你做的吗？不是这样的，那杯柠檬汁是姐姐泡的，小妹刚好口渴，才去给她喝的。笑出声音，对，我们笑出声音。好啊，第二拍，你们要做什么动作？要不要讲？好。非常丰盛，这才是你应该做的。我们看到就是很多年轻人很关心，所以
者之后，在于之后不管是在各个领域上的创作，其实相信我可以创作出我老婆觉得看不下去的东西。好，再次感谢对各组的学员，对，希望各组的，希望明年还可以继续，谢谢。Thank you.